来了，我就说来了，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3年了。9月10号，武兰站外11:35出发的是186次哦。潮州发车经由3线开往花莲的主站点超优质直达，哎，来新人一张。3035，哇，赢到35了。拜拜，我的 186次哦。潮州发车经由3线开往花莲的主站点超优质直达，然后3线行12:35的皮蛋豆的呀，绿色带新成绩单和我的186次哦，还蛮感动的，186次，这个是周末才有行驶的186次新成绩单和1:26，9月10号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然后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点我们大酒面，然后我来。